我操，一两点钟就结束。等一下，我转接啊。嗯，看情形，甲在调整安尼。昨下破无啥形。昨下。昨下。伊配图啥物啥物事？嗯，昨下。昨下拢运气。啊，我昨下在等。 今阵嘛，今阵起码无算少，爱动。大个都存在。系啊。迄今阵嘛，诶。看大一堆。诶，大伯，大伯大有无？嗯。较侪嘛，同齐所在住诶。哦。行啊，拢嘛钓起线诶，伊个。嗯。你这个拔不起来。 好，来，我再用，我再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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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些车速的对啊，来哇，赞呢，赞啊！哎呦，驾车闯天地的款哦，无无，伊个嘛无一定爱驾啦。对啊，还是看伊个因为啥物建议的，啥物点的。啊，你入去个 A P P 去登录迄度啊？系啊，登录甲你讲。因为我都是假日的。假日的看，你主要参加的是那个会员优惠，优惠啊那尼啊，优惠是平时啊，嗯对啊，假日无啥优惠，要知足啊。哇，啊那个，好厉害。我有一个我爱养蛋嘛。哦，我钓了去几尾蛋哦。嗯，去蛋钓。你蛋啊，你抬了，你唔是，你唔是，我落我讲了，你看。对啊。蛋啊，我家己抬有够。几钱呢？我讲哈，你遐济啊，够海钱。我是爱煮，我是爱吃啊！我家己刣咯，我家己吃咯，有诶，不过拢无人甲你抢啊，可能大家拢毋知要安怎食。搞不清楚怎么吃。你龟狗啊，我安怎食袂？我讲好咯，咱毋摸。啊，你龟仔先刣，就甲你安怎食？是闽南食。啊，啊哦，会用食较要紧啦，你麻诶，顶人会用食，未用食嘛，不去争气，去个。哦。以前用豆豆汤，软嘛，这边软，这边软。对啊。不知道是谁的，我剥掉了，多开了，多回台湾一边了。嗯，买肉片嘞。所有先再来听。你用那个刀那个大刀，就是刀放上面的人。哎，吹肉片，是吧？无你吹肉片，看先。再我听。这样吹。吹肉片再来。吹肉片这样煎嘞。再来听了。煎。喂。讲哎，吹肉片这样煎嘞啦。我煎未熟啊。快煎啦，我你煎较好。冷啦。
靠近了。我节目开了，我不掉了，这样来了，这几来了，没有了。这边你手机来，我往里面走。这盘车，这能进，真硬的，这白这是，这冷没？冷，这冷。冷啊，对啊。哇。你不看硬的，你直接直接。哎呀。直接啊。有去无？你去吧，一直在填，无在填。直播就对了。讲较紧啦。我把这个做这么好，我把这个做这么好，我把这个做这么好。阿哥，我的。这个都是我们家的人。咱走了吧。干嘛？赶快炒锅要煮汤。嘿，煮冬龟，冬龟汤嘛。冬龟汤。汤煮了了，再下水煮。迄个。冬龟煮好才落，冇才落来。迄汤泡好，甲熬起来，熬迄个中药汤，冬季枸杞，好了，啊再下水煮汤，煮好成啊金丝再下水。你无来听我说，我也晓，等于我刚前头头栽到，好食哩啊。伊讲冬笋煮冬龟汤，熬边啊先熬出味才麻才落。冬龟冇先熬啦，后尾啊，冬龟解壳。一片落啊，半片也落啊，你滚滚滚的。滚滚还有出味了，啊，水滚了，要煮汤的时阵，下落去煮个熟人，啊，煮熟了，金丝才切下落，啊，袂过忌过也袂落。是算什么麻？河麻。河麻。啊，人讲金丝麻是咱家较少哦。金丝麻算伊多啊，哎。在外边。咱家嘛有啦，半尾啊啦。金丝麻就是咱讲芝麻啦。芝麻。我啊！你迄条凳有放开无？哪行哪有？凳我甲你坐疏了，这凳下你也加钱嘞，你。
我来给你试一试，我妈给你试一试。金厨子有吧？金厨子的。你等下无视频，你透露伊的秘密了了。无啦，你无看秘密。我妈会晓咩？未晓你看就无讲啊。这是好食，你别看，你不要小看它。长啊吼，不是长啊，好啊，伊焦了。对啊，像你看，这你爱要吃，这个不要吃，唔用金料了，等人。对啊，无错。不是要去破冰，不是这样就要滴。对啊。拢会无鱼啊！伊若无无只雨落，讲要看要欠水，要爱落来要欠水啊！我无来，无欠水。无你拢无雨哩。对啊。我嘛是爱落一寡才好，无只恁这边无欠水，我那边平，伊欠水偌艰苦嘞。嗯。阮无往是无啥，根本无往吼，食啥水啊？无往。嗯。你的水太多。嘿。我那水太多。对啊。啊，迄草遐顶两年啊，近啊吼，艰苦一下吼，安尼讲啥，干了辛苦啊，拢水无啥加切。全是哦，这做啥子苗会使哦？转饲啊，人饲了起啊。啊，够牛肉来了无肉耶？我们这里。恁都爱一支一支拔。哎，那两干吗？从爱北沙木啊，安尼一支一支拔。很急很急，那是我们都要并起来。你们对吧？他不该讲，等下底下个，底下个假手。我已经被一浪了。哦，这个后尾要水了，大天了。这个天我变嘞，对。今天我再多教你安那煎安那吃。对啊。啊，你若要煎哦。切做四块，这你有抓吧？一块、两块，啊，这要做一块嘛？这一斤、两、三、四。哦，做熟，三块、四块安尼。以前包起都没有这样做，啊，这骨头鸡汤，滚汤的。你讲无迄款咧，直接大尾系青灰，我袂使甲了解讲，迄关键讲讲，爱食汤内拢无吧？伊饲红鸟的了。哦。哦，伊在咧教伊煮食，诶。这鸡肉夹的安尼，我做阿尾肉夹出来。你落去啊吼，啊落到我那边，你夹就两个你夹安尼好，阿边咪够够料，阿伊咪够料。来，咱做位吧。卡扎里。你平唔敢食这沙司面嘞，来食正好，阮大兄咧，价格好，拢
那屌嘞！安尼你就哎呀，你大江的沙生鱼用袂少。无系，我拢家己想安尼。关键的餐厅你嘛唔知。也两尾仔转，哎，家己了一个。啊，所以家己爱学。我嘛使一个频道甲了讲，我甲你教教吼，啊你。上了一支刀啊！你钓当时还钓一挂鸡刀啊，免装料。啊！你夹鱼夹，你钓鱼钓钓。系啊。真滚嘞！家庭来乱放啊，家里乱搞啊，那个，我搞错一样了。放安甘吃袂少嘞，我去放阿大放一下放。对啦，讲遮久无了，咪久久嘛创一下这安尼，做一下收尾来吼。家庭啊，我搞拢无。对啊，钓啊这些，都懂了。无啦，几百斤嘞。挺好啊，也买了，唔买了。我说话呢，未交款，未交讲啊，起来要钱，只啊讲啊，都无几啊。今年要买点少，少啊。也不来麻烦呢。啊，得过要他的意思嘞，那个过到无鱼啊，那个咁乱的。我话讲地动了就放啊。没地动就无啊啦。对啊。今年要什么？也无摸鱼，也无摸。关机啊！爱关票啊！啊，惊得着鱼鳞啊！啊，就出在鱼口啊！高过头，他们拢放。有迄个发量都无要，唔值钱，不值。无，无值钱啊！无等下一类就对啦。哦，你嘛搞钓鱼啊！我今日问讲，钓个红。这个几条做嘛，上尾。嗯，上尾多，先做尾，再上尾，再上。嗯，你去抽啥生意？自己来。对啊。不得了，今天的还是。家己较无食安问题。卖假货呀！摸黄一些，不是横着走路，不是螃蟹。哦，我搁两米条，收尾都快成了，还有这点，我搁两米条。你是老板叫这个专业，我差了飞出去了。有包啊，无？哎呀！哦，我今顿来大捞食，我安尼真甘心，当然安尼，啊，就是只尾我。爱两档个。哎呀，我爱两档个。只尾这个起也真甜。我唔知拢唔敢讲退冰定，冰加跟左跳就成迄。你捌一届塞车，你知影？哇，到了！我是讲你开好才倒一个冰。有啦，我转下分落啊，分分开啊，才来冰啊。较艰苦的，搁真苦。哎，你想想一下，点钟无迄落吼，哎，迄料味走出来，走出味就走出来。有啦，咱是讲从转到台中尔，你知影？咱会知多少？迄人个车好塞车。这都安着。好。啊，你小心了。你到时吼，煮好了，你这个鱼吼，你再甲插落，做两条，做几条，啊，再开始再食。啊，食你怎袂使大肥哦？养精养对啊，养精养对。食啊，快煮啊，知道？放回去。加点配料。啊，刀子跟那个大鱼篮都做好了。嗯，把电话提落来。这篮子蛮应该大。
篮子是这边。哦，不是我们家的大篮子。我们家没有竹藤拿在边呀，这几位啊。我们家篮子也有。对，竹藤很大篮子。什么都有。钓鱼什么都有。我家电动还未给切，怕死个他了。这好好吃。电动还要拆，怕死他。哈哈哈。哦，这等下就香起，我。就只个料两罐。就只个料嘛，暗神。啊！你这物件好食，无少人来食。查甫人都无法斩断啊，都无法度。爱风情啊，对吧？斗阵食较好食。啊！不是讲，干遐鱼啊，要炖我家己食，我唔来食。讲做歹代志，人拢知。出面头尾讲，哎，伊今仔日等个宜兰啊，打一声宜兰转来就有顺了。你都看到好淡。从我车开来继续来，爱叫发现。厨师提货很喜欢车开的。一开到这买买走去花莲的泰鲁阁呀。哦。结果车速的你知道？啊，恁老只请的用，啊，你还算时间啊？爱来渔场的，你来采采的，拄啊平起你到遐拄啊好。哈哈哈！哈。啊，恁住几工？恁带两工，带食。多一天啊，多一天。伊一条两顿。站下八点就对台中出来，来到遮就十二点嘛，我先伫遐睏。哦。规日都遐睏啊。讲安尼，你若是今日买鱼啊，那干有法度冰两工？有啊，我咧冰箱腌冰啊，用不退冰。用不退冰。哦。那这看别是贵啊，买。迄大卡冰桶嘛买。一七八个人。这外国人打电嘞，准钓较大卡买嘞。哦，我钓钓会带袂上来。今仔规支车夫啊，规支袂来用啊。今仔台台嘞啊，包包嘞啊，拄啊甲冰箱甲五千，拄啊去，嗯，去了锁城。哦，袂歹。头最好吃。好最好吃，啊，搁较无刺，无暗。哦，你是煮汤吗？这拢会使食，饺子是好食。这话再安尼食，你若是讲冰久啊，就香啊味，就无适合安尼食。你无看我转电话，拄啊转通。哈哈哈。你话看哩，啊无咧啊？你是要食煮汤的哦？就我拄啊讲遐汤头熬好了，啊脆滚哦。即下煮汤就即来煮，吓，啊无你若要煮汤嘛会使，大尾要煮汤嘛会使，啊你若下底煮枸杞冬菇安尼，啊无你就迄桂枝搁下底落。桂枝啦，啊桂枝。桂枝啦，知无？桂枝啊。哦，啊你嘛煮好食，你来。贵个遐。哎啦哎啦，即，啊莫先搞先搞，就炸位，哎，轻轻啊一个放落去。煮好了，你啊拢一个人拢一个盘啊，放咧盘顶，你顶一个吼，底甲盖落就变两块，即个盖落变。这个盖贵，啊，这黏哦，这都无鱼的无刺，剩下规领吃。啊，就是有刺的是拢你食的，你这个皮下，这个还佫甜。啊，这甲盖的，啊，到时吃你出头吃都贵。啊，你即马吃袂使大口，小口小口的吃。啊，你用门牙去甲咬下戳出来，啊，就有看到刺，啊，刺你的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你怎啊吹？啊，你啊吹去夹着刺，啊夹出来肉出来对。啊，迄刺你用手较困难啦。哦。人佫靠你刺啦。用手来啦。直接甲揪出来。哪个来？啊，过来哦！你要食煎的，哦，盐，甲鲜，鲜鲜的，哎，鲜鲜的，啊，鲜鲜降两降，啊，鲜两降啊，较香，啊，煎煎的，啊，风味。对啊，啊，真正啊，嘛是照安尼，安尼。啊，有诶，可能用烘，用迄啥，用烘诶，即啥。烘诶嘛是会使啊。抹抹饭迄个吼。啊，问题，哎，迄无共。哎，无共，哎，无共。落去啊，落去。你不同嘛？我那贵个灯啊，真好贵。啊啊，这个一起煮汤，啊，是要煎嘛会使？好，好。诶，迄个鱼胶在后头煮汤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对了，我来，好，谢谢你。老板亲自指导。嗯